向全新的旅程，开箱更多惊喜的新事物。非常想知道里面到底长什么样。我第一次吃到，真的会让我觉得是爽的。谁可以握个手？哇，煎肉小槟榔，小槟榔糖吃。对，所以它的脚。我会帮你好，真的哦，好香哦！全新的爱玩客，给你更多好吃好玩的。每周二晚上10点，爱玩客，爱 walk。